来，那个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第二个小时的神农补给站。那个我是特别来宾神农小编。特别来宾。怎样你讲嘛对了。阿宝老师，那个现在有一通 call in， 我现在先接起来了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我马吉卡118号哈。是。你正讲阿爸老师啊，我有种金瓜，种五十工啊，啊，拢无啥物开花，敢有物件好催花？嘿，嘿，啊，干这个问题吗？啊？佮有啥物其他的问题吗？无，干阿那俩嘿，麻烦。啊，你要听收音机吼？啊，好好好好，谢谢。欸、好。对啊，对，唔免紧张吼，这个台语唔免惊讲袂好哈，因为有讲一定会好，啊，若无讲呢，永远拢讲袂好哈。国语台语难得讲，反正听有就好，就是像含咱伫厝里咧讲话安尼吼。这样听起来较自然啦吼。有当时啊，真侪这物件实际上咱嘛是无法度啊，因为咱的台语吼，闽南语是一个真古早以前的一个这个语言吼，啊，所以咱有真侪这物件呢，咱可能得无法度直接哦，无用直接用闽南语去讲吼，所以这拢是一个足正常的一个这代志啦吼。好啊，这个拄只咱好朋友这个问题，咱小解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回答吼。咱听你讲到这个五十几工吼，金瓜种五十几工这個。看看品种吼，这那但是拢无那五十几工是较无正常啦吼，就是讲拢无开花安尼吼，一般来讲是相当的一个无正常，所以伊也无开花，应该是有几种的一个这现象。第一种就是讲伤过头水吼，伤过膨胀吼。所以你简单先改喝一点啊水吼，就是讲你先这个水分的这部分吼，卖个改用遐淡，啊改控制哦，留啊较大淡薄啊吼。这个水分改控制哦，大啊自然你就有法度呢，这个花就开开起来吼，这是一个，因为你长伤过头水吼，拢有几种的这个原因啦吼，就是讲肥较济啊水。肥较侪，就是水分较侪，所以咱也是讲，水分较够的时阵，伊个肥的表现会特别好，所以咱小甲伊即个喝一点啊，即个水吼，那是讲伫后面来讲，那是长足水的，你会当用即个磷酸一钾吼，磷酸一钾。咱一般是较不爱去转这种物件，因为这转落了呢，咱的作物吼，拢会较容易老化吼，就是讲有可能提早呢，伊一寡即个发育啦，各方面拢会提早老化吼，会反较老年啦吼。这影响到产量，所以那是无必要。咱一般是无未去改用这种的一个经验，吼，就讲未去改特别去改用这个物件去改处理。但是因为今嘛这伤旱涨，你若无加处理，就一直行落，一直行落吼。这安尼唔是办法啦吼，所以咱多数是安尼来改用。你咧？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给它配合一个这个侵害这个绿藻素吼，这个生藻素吼，这种东西呢，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刺激开花的一个这个作用，但是你生长嘛是要小改压一下吼。所以呢，那是会使呢你用安尼吼来给这个处理者这个一般来讲吼。得真容易呢，即、这个伫真紧的这时间内底吼，得真容易呢来解即个开花，搁一个就是讲解缩尾吼，因为当时即、这个伊一直大吼，拢大无啥的，那是拢伤肥啦，简单讲嘛是已经拢伤肥啊吼，所以那是会使你得解迄个尾溜呢，即、这个解即个缩掉吼，解尾溜缩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效果呢，通常的比较会当表现了较好些淡薄安尼吼。所以，比如讲像这个像呢，咱咧种吼，大概像这个金瓜吼，是不一定爱，不一定爱当心啦吼。就是讲你不一定爱当心，所以
咱多数是讲种类差不多伫啊，即、這个四十公左右吼，木瓜型的这种吼，四十公是正常的，就是讲你为木瓜型的这个啊，这种金瓜叫中国南瓜哦，这种类差不多四十公应该是算正常啊。啊，所以你四五十公是有较久，就所以一般来讲超四十公啦吼，就是讲伊差不多伫即个五尺顶要到六尺这个所在呢，伊第一类爱发生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那是个拄着低温啊，是安怎有可能就会较慢哦。所以咱你来讲吼，就是讲多数咱伫即个咧做，那是种即个中国南瓜吼，因为伊足够生吼啊，所以有时啊伊种落了呢啊，咱会当是讲因为顶坡遐，当时啊足歹做块对无，所以咱种落差不多三四片起来，就遐个当心啊，当心起来啊，即马来差不多老四片哦，伊即马老三条顶啊，老这三条顶呢啊，互伊去。可以去行安尼吼，啊即啊，即马那是讲有其他那是个即几条，即马留咧做主顶，啊即马留钢印出来吼，钢印出来呢，啊有瓜啊，啊有瓜啊，咱就是讲啊，改伊适当的一个即要来做一个灯芯，哦改缩尾吼，即卖可以哦，个一直拖落，安尼起来较袂好沙沙，啊有小整理者，安尼效果就会较好个吼、哦，所以即大概是安尼方式，啊所以一般那是讲要提高，大概你会当改。啊，算较久啊，拢无开花，所以买柳小小解熟者，这嘛是另外一种的这方法吼。啊，这安尼嘛较好做工课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咱啊，伫这个栽培管理内底一个这个所在吼，所以会当予咱好朋友呢，小来解这了解到，这大概咱伫这方面啊，这个许咧整理的时阵吼，咧种呢啊，大概是这款的这经营，所以你会当甲这买柳之类也小种者吼。啊，小熟者了，伊个足紧的，伊就念伊就应该是爱啊，念伊就开花啊啦吼，啊，所以一条顶的卖会拖手长安尼吼，啊，这大概是这款的情形，这吼、哦、好朋友呢，小做者这参考的就讲、是。在咱咧培管内底吼，像这种中国南瓜吼，啊，有个人是留一条无顶，啊边啊留两条顶顶，啊，就可以去拖。啊，但是像这种吼，这长啊较旺吼，买了小熟一下，啊喷一撮啊高磷加，啊用一撮啊这个啊深海藻素这种吼，啊来改这个做处理，安尼起来就较容易来改这个开花。当然啊，下一点啊水吼，嘛是也真。啊，一点啊水吼，啊，这个真简单的一个用法啦的吼，所以这当我咱好朋友呢，啊，小来个这了解到，这大概是这款的这个处理方式啊，啊，这提供给你了解吼、啊，这大概咱那是安尼来做吼，啊，一般拢会当真容易呢，啊，得到比较好的这效果的嘞，哦、啊，好的，小做一下这参考，嗯，好，来那个63386001。63386001，如果你有那个作物上的问题，那个资材使用上的问题，请 call in 进来。不管你是用收音机听的，或是网络收音机听的听友们，都可以 call in 进来。63386001，63386001。那因为有没有朋友要 call in 进来了？那我们只好先回答网络上的网友的问题。那个有一位叫文通的网友，他是种稻子的，他想要问阿宝老师，他的稻子现在是怎么了？他有附图，那他还有问一个产品，说要撒稻田要用多少分地？嗯嗯嗯，这个一般咱咧用，这个吼，伫这个斩竹剂吼，斩竹剂咧用的时阵，你甲扎大概就是4000倍加5000倍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啊，咧用的这个药啊来对，比如讲啊、你那是这个一百水来讲吼，这一桶水吼，一桶水那是1000倍的时阵吼，啊，就是讲咱正常咧用啦吼，啊，比如讲咱那是用一粒吼，啊去改泡一桶水吼，一粒泡一桶水，安尼就是这个
这个一千杯哦，啊，那是四千杯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一桶水内底呢，啊，伊是这个一粒的四分之一，哈、哦，四分之一，所以呢，就是250cc 的当泡这个。泡这个一桶水安尼吼，啊，一般来讲吼，咱真有一个好朋友甲我讲，伊的算法拢是安尼吼，拢算讲一个桶啊呢是偌济，啊，伊去算伊那泡较济时阵是偌济，比如讲一个这啥意思？比如讲一个动力桶啊吼，一个动力桶啊，咱是唔是啊？这个25L吼，啊，25L的时阵，就是伊一粒吼，啊，这个25L就是等于。25L佮乘一千，为甚物要乘一千？因为一粒就是1000cc 嘛，吼、哦，一粒就1000cc。啊，你总共那是4000杯，你就是改滴4000，所以呢，啊，你滴一个动力桶啊内底，就是差不多4000，就大概6.25cc。啊，那5000杯就差不多5cc 安尼吼，所以你就是5到6cc 之类内底来用，哦，到5-6cc 来用就有啊，哦，啊，一个动力桶啊5-6cc， 咱一区切啊。大概那两桶油啊呢，啊正常咧喷吼，那喷了好势，应该那50水来转呢，啊算压力老高，啊伊迄个卷会起来安尼吼，那50水来转应该是拢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啦吼，所以呢，啊这个伫正常咱咧用安尼吼，啊就是讲你甲算吼，会当安尼算，啊伊一罐吼，你也是250cc 吼，250cc， 啊你用一桶的时阵是泡5cc， 所以你会当转50桶吼。啊，这一罐、这罐啊，会当装这50桶的这个油啊。哦，啊，那是一分地吼、哦，一分地可能咱啊总共用2桶哦，一分地呐用2桶来讲，你个定义会当用25分，啊，25分就是2.5架哦，所以迄一罐啊件呢，啊，伊是用这个2.5架安尼哦，这调产咱是啊咧用的这个所在是安尼吼，所以这你会当来这一般这种。凉天吼，那是拄到这个啊好天啊是虾米款吼，这个是无啥必要讲得特别去改安怎做这个处理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通常啦吼，通常那是拄到歹天落雨的时阵呢，啊尽量吼，尽量呢啊，咱一定就是讲爱少来改这注意着吼。啊，那是较歹天的时阵，咱尽量对当淋一挂这种凉天吼，伊的效果加真好。当然你那是。这个正常咧，转药啊，甲染一束啦，吼。啊，伊一般就是讲控制迄个浓度啦，吼。比如讲4000杯、5000杯安尼染，伊通常这个药效拢会较好，吼。就是讲伊较容易啊吸收，较容易这个血，吼。所以啊，这个部分来讲，咱多数拢是会建议讲啊，好朋友吼，一定爱这个。当小家男者安尼吼，所以这多数是啊，这款呢这情形吼，所以伫遮会当互你小来解这了解着吼，这大概是这款呢这情形。过来就是讲啊、第一个问题是咱好朋友呢，这个有呢伊所传过来这个相片内底吼，这个啊伊叶啊吼阿伯你有一个安尼臭大臭大吼。有迄臭大臭大这种的这情形呢，啊，这个甲伊看起来呢，这应该是这个叫吼蚊菇吼蚊枯病吼蚊菇病，因为这个病斑吼，咱多数你注意甲看吼，就是讲伊这个啊叶啊有一点啊，都开始会从绿豆色的安尼，阿尾也有小可有一个啊安尼，你看圆圆，然后通常伊拢会伫较叶茎这个所在吼，会都为这个所在慢慢向中起安尼吼，啊有一个安尼好斑这种的这情形吼，所以那是这种现象，咱多数拢是有一点啊这个蚊菇的这个情形啊，所以啊这应该是这个水痘的这个蚊菇病吼，啊蚊枯病吼，这通常咱在用药的时阵呢，就是讲像这个非克利啦，吼，这种呢，四克利啦、宾得克利哈，啊，这类的这蚊膏药啊，咧用呢，这效果拢袂歹哈。啊，你只要呢，这个啊，防治又好势哦。当然，这有时啊，就是含咱的一个啊，这个卡板哈。一、这个长呢，较慢呢，有足大的一个关系吼、哦，所以伫咱栽培管理内底呢，就是讲啊，一定爱少来个即注意着吼，从弱人之站呢，就是啊，会当吼一打一弹吼啊。
那是都要做米咧出水之前，才袂使无水吼、啊。尤其那是都咧目高这个时阵咧，啊，伊就足容易来改这三星吼、啊。所以咱一定爱少来改这注意点吼、啊。这每一年这拢是啊，一般那是伫目高这个时间吼、啊，这个多数咱拢会去甲转一遍药啊，吼、啊，一遍一般。啊，这个一遍了，会过到差不多这个啊，算几啊多进程之下只吼，来个改转一届。通常那是这个。有安尼来处理啊，爱看买者差错啊，做几何，就是讲这个啊，转过了看伊迄个病斑吼，有冻掉嘞无？安尼啦吼，那是有冻掉嘞，啊都无啥要紧吼。所以咱一般就是讲，伫这个目睭的时阵吼，咱啊改转一遍啊，转一遍，咱来开始去这个科水棒打吼，啊这个啊差不多伫这个时间，啊起码差不多个过。过了两礼拜左右，哦，两礼拜迄阵呢，伊就开始啊，特别有米啊嘛，吼、哦，这通常是安尼啊。这有个人会较慢转，但是通常那是会使吼，卖较积得多吼。就讲你那是这个目睭的时阵有掉掉，你可能过过两礼拜你还要转一届吼、哦，因为卖尽量吼，卖讲直到要啊，比拉尾迄阵哦，特别抽水啊，迄阵要这个病要控制无落来，啊，那是安尼对这个产量影响足大吼、哦，所以咱伫这方面的应用的时阵呢，啊，你稍注意者吼、哦，这有当时也是这款的这些吼，啊，有的是像你也是转一寡这个粉剂啦吼，比如讲像这个冰克隆这类的吼，有一种粉的吼、哦，啊，伊种有当时也是较歹用啦吼，即马其实伫世界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农业吼，农业拢一直朝向这个水质的这个发展吼、哦。就是讲，伊这个水质有一个，当然水质是运输是较无方便吼、哦，但是啊，咱水质咱咧泡，对咱泡药的人来讲吼、哦，啊，加较安全，伊无迄个飞散，伊袂飞嘛吼、哦，所以伊伫水内底啊，这个加足方便。所以你像这个蒙古药啊，冰克隆。有这个粉的吼，啊嘛有这个水旋的吼，水旋剂就是讲一定跟你，有安尼有个人讲啊，水这一种的吼，这个得搁多切什么吼，麻烦你迄几包贴。对了，这样你嘛是一股一水吼，但是你咧听药的时阵会背啦吼，所以这嘛是要稍注意者吼。啊，这大概伫咱咧用的时阵呢，啊，一般来讲吼。这个效果上应该还可以，啊，那是讲足严重的吼，看是要冰克隆啊，后一遍用这个药吼，啊，用这个氟多宁吼，这种物件咧，这来用吼，冰克隆伫这个蒙古的这个药效果还不错吼，啊，有的人会用维力热必斯啊吼，这。伊也是这个蒙古的效果原来还不太可以吼，所以即有做些种药啊，即蒙古病啊，需要注意者。啊，即药啊呢，其实啊，应该是袂讲真歹啊，真歹处理较对啦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即个较看起来是有较捌淡薄啊。吼，即不过好加在你即个药真卡拢吼，即种地方呢一般。那是要出控制好势，应该是无真大诶，即个问题吼。比如讲，伊咧伤过头密吼，所以你即个基数伤侪啦吼，基数伤侪呢，即种蒙古诶一个即个问题就会较严重吼。所以即爱小注意者，林刚伫即广告上呢，啊，咱有一点啊小小诶一个即建议互你啦吼，就是讲啊，即、這个。拍残尤其万当吼，乃当拍吼，因为万当咧拍效果足好诶，那是。有时啊是无法多拍啦吼，啊是安怎讲无法多拍，因为落雨你都无才调去拍吼。啊，那是无法多拍的这個原因，就是讲靠打吼，甲靠我打。啊，因为伊即马那是好天吼，稍拍两三工啊，这個、效果就走出来吼。啊，切啊爱三个黄吼，爆产的时阵黄啊爱黄吼，这个要出水进前爱黄吼，过来一下就是讲啊，这个地单。要刮时阵来黄哦，所以这大概是这三个这阶段，所以伫这目睭刷这个时阵，就是讲伊咧做眉这个时阵吼，爱黄哦，迄、那个肥呢，啊，咱即马就爱等到伊迄眉起来了，伊阵咱肥较个光落去食哦，啊，所以安尼起来伊就袂伤大步，嘛较袂讲会袂焦安尼吼，所以这当互你小。做者即参考啦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大概是安尼即情形吼，即会当互你小了解者吼，即基本上吼，
啊，即、这个会当予伊即个做法吼，即多数是安尼即经营，提供予伊小知影者吼。啊，你爱伫广告上会当小小做者即调整，啊，即应该是足好控制，即无真大诶即困难哦。你小知影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嗯，好，来那个63386601，63386601，那个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马上扣印进来。好，有一位听友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哎，阿爸老师，哎，我这边请问你哈，我有一块地是窟窿嘛地啊，屯碰粉刷起来，给要做大水帮淹入来迄种刷的，啊，我那想会要种非常久，唔知碰无迄种碰粉刷的地，要种非常久安尼。好，那你听收音机吗？好，那就先这样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阿宝师还有一位，我再接起来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他好像挂掉了。登记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。那这个前几日我看就咱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哈，这个火药粿吼本来就是一个需要这个以足千斤的吼，所以这水分诶一个这需求量真大，但是呢，啊，伊足无啊淡的吼，就讲伊就是爱呢吸，但是伊袂无爱堵水吼，这是伊的一个生长的这环境吼，用这火药粿吼。是啊，原生伫即个热带吼，咱看到伊个时阵吼，啊，足侪人拢会讲伊是即个仙人掌对无吼？仙人掌吼，即、這个啊，仙人掌果，即、這個、仙人掌科的即个吼，但是伊即种物件吼，啊，伊是一个即个原生伫即个热带吼，伫即个热带即个所在，伊毋是伫沙漠地区个，所以即嘛是。很特别一种这个环境哦，一般咱拢认为讲，这种仙人掌是毋是拢是伫沙漠这所在，但是不吼，伊无一定是伫这个完全生长伫这个沙漠吼。所以伊需要提供伫这个栽培上，你那是予伊一个适当的这个水温吼，啊，伊的一个产量会加真高，所以你放温单是讲，伊可能有机质较无够，啊，你会当去找一寡较粗纤维的这个物件吼，比如讲像下一寡这正坡啊肥啦吼，啊，之类的这个吼，啊，咱啊有的人甚至这个那是有种鸡吼，你若熟悉种鸡场吼，种鸡场的粗耕鸡屎吼，啊，你该拍一寡来。来做底啊，这个有机质，这拢是真好吼。啊，个另外一种做法啦吼，是讲会当有个人就是讲，伫这个种的时阵吼，啊，算慢慢一年该加一挂，这有机质吼，有机质呢啊，该补一挂呢，因为迄沙地吼，所以下水好，所以你变做你连工咧灌溉的时阵呢，啊，其实是最重要，这所在就是讲要有适当的供应水分哦，因为这费用过较千斤哦，你会记住这个重点安尼就好啊，所以这伫栽培上是无什么款的这问题，颠倒呢啊，伤过头刻的这种呢啊，因为伊较容易堵水吼，啊，这费用过的这个斤呢啊，对这种即、这个水分吼，对即水分呢，即个容忍度吼会较低啦。吼，来讲一浅，啊伊那是小堆啊堵着呢，伊也挡袂掉吼，伊堵水伊嘛挡袂掉，啊伊即个伤大伊嘛挡袂掉，所以即打淡的即个变化，咱来改控制卖伤大，安尼伊个个对当正常的即个发育。啊，因为即种溪底即个有碰温沙即种吼，较无有机质，啊无有机质呢，较袂掉肥，所以。都开始，咱就是讲会当改用一寡即个物件吼，尤其即个即个物件落去。啊，上简单就是讲啊，即个食脯啊、肥之类的这吼，而且这拢有一个好处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种落了吼，种落了。
个蛇啊吼，伊较袂甘水吼，啊，所以伊个一个即水分的管控较困难，所以你会当家己砍粗坑吼，比如讲顶面家己沿一沿啊，即粗坑啊，小甲砍一下，啊，即粗坑啊，年久未侵，到做像咧砍即个许安尼，啊，年久未侵了，伊即物件嘛是会变做伊个一个即肥分吼，啊，即个变做即尤其一个即成分，啊，即安尼起来呢，啊，对着咱即个栽培管理内底都有足大一个即个好处吼。啊啊，所以呢，这通常是建议是安尼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多数是这款的这做法，哈，啊，那是会使，你得用这种的这个方面的来给伊啊来这个操作，吼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呢，那是会使，哈，所以尽量呢，咱就是讲给伊这个操作个好势，哈。啊，所以伫这方面来讲吼，即、这个当互你小做者即参考伫咧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大致上吼，大致上呢，啊是即款呢，即情形啊，你咧做诶时阵啊，你大概得用安尼吼。啊，即几个重点你若甲掌握掉咧，应该咧种咧，都无啥物款诶即问题。有当时啊，咱必须要去了解一项作物本身对这个环境的这个需求，啊，咱会使去创造一个啊比较较适合伊的这个环境，只有是安尼尔吼，无其他的一个啊较大的一个这种较好的这个做法安尼啦吼，最后你小做一下参考，啊，大概是这款情形，提供给你了解一下吼。好，来那个63386016338601。63386601刚刚有要 call in 进来的听友们，那个请再次 call in 一下，谢谢。63386601，如果你有资材上的问题或是作物上的疾病，都可以欢迎 call in 进来询问。好，那个现在 call in 进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你好，陈龙小编你好，你好，是依林啦，是，老师，洗地话洗下去嘛，按面膜会使无？嘿，几多度啊？啊，唔知会使无？请教，请问老师一下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来。这个尽量是买，因为现在来呢，这个你也讲在差不多两礼拜前无啥差吼，现在来一点点啊落水吼，所以这个药啊洗啊换吼，较无讲介好哦，因为到这药啊伊堆起了啊。伊覆盖，啊覆盖起嚟嘅时阵未打，啊未打，即马然后落水呢，伊个油啊都不均匀，吼、哦，即有当时啊都较未焦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尽量是较无爱，有落水嘅时阵，吼、哦，因为即马来了有落水啊，吼、哦，即所以有落水嘅时阵，咱尽量都较无爱讲洗甲洗油啊洗啊，我有时啊工课也无啊多啦，吼、哦，啊你无安尼做嘛是做未起，是讲拄啊剩一个工头工尾，你无家做做。啊，搁伫遐咧查几日工安尼吼，这嘛是足麻烦的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尽量就是讲有啊，咱就加减甲做吼，啊做好势，啊这都无啥要紧吼，啊卖唔免去遐计较吼，啊但是原则上那是啊落水重的时阵，咱尽量就是啊较早甲伊洗完的吼，因为一寡这个药啊吼。我印象内底啦吼，就是讲，像这个青柳坤啦吼，青柳坤这个药啊呢，伊也是洗落了，哎呀，吊水吼，吊伫落水管顶，伊算啊吊药啊吊假面吼，当时哈，像因为咱台湾南部吼，中南部地区来讲，真还是很容易吼，这温度足紧的，这个回起来吼，比如讲日时。暗时咱可能已经有落水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白天呐、啊、吼，白天的时阵，这温度回起来嘛，足紧，啊，伊迄水咧打会打了较凶，啊，即摆打一个较凶的时阵呢，伊迄个血管的这个所在有时啊较容易要害，啊，水流是无遐明显吼，水流讲要啊被用加这个世界要害吼，迄我那算讲是。啊，有一点啊，较迄个休息啊，吼，即有一点啊，较过分淡薄啊，吼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是还不至于有即个有害的即个问题啦，吼，所以我个人的这看法是安尼吼，所以会当吼，会当啊，你去不要紧啦，吼，就是讲简单讲，你去洗吼，这是拢无啥要紧吼。
去有，但是尽量啦吼，尽量若是有漏水的时阵，咱得卖洗伤换吼。这有时啊是为了药的这个药啊，这效果，因为你洗去伊那是啊已经掉咧，啊你啊伊附着伫迄个管顶啊，但是伊啊无真大的时阵漏水来洗落怎啊？这个冲掉去，安尼就较可惜吼。就讲对咱来讲的。真容易吼，就讲会去产生一寡即个影响吼，较无采吼，只有是即个原因俩。阵呢，啊，伊是即个我感觉吼，感觉讲是较可惜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大致上是即个情形，所以只要你稍了解到，即大致上是安尼，还不算要紧吼，啊。当然有时啊，伟哥讲到转来啦吼，这个部分来讲呢，讲无啥要紧吼，啊，确实是无啥要紧，但是感觉较可惜吼。啊，有时啊，这工课做未了，这嘛是无法度的这代志吼，所以唔免足纠结吼。啊，佮较慢一点嘛，即嘛如我寒人来时阵呢，啊，尤其差不多伫这个，若是讲封面特别高。那封面要搞，有可能迄个漏水的啊，即、這个渣岩迄个漏水的会较大吼、哦。啊，这种情形，咱尽量药啊卖洗伤换，所以一般拢会讲啊，漏水大了，才开始洗药啊。吼、哦，这嘛是因为即个均匀分布的这些关系吼、哦，为着要让迄药啊较嚼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多数是这款情形，即提供予你做参考啊，不用太担心。应该那是以今日这种天气，应该是无啥要紧较对啦吼、哦。嗯。好，来那个63386016338601，如果你有资材上的问题，那个作物的病虫害的问题，都可以 call in 进来63386601。外县市的朋友要请记得加05。那刚刚有一位听友，如果你还有问题。那就是请快点再call in进来。来，咱先等你一下哈。那有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来，咱就继续哈。这个有阿小对，等一下有较个插几排哈。嗯。那好，那个我们就先回答网络上网友的问题。有一位叫青州小菜的网友，他想要问那个。龙眼的品种东山一号与蜜味大国龙眼，还和那个特大金刚龙眼，这三种龙眼是一样的吗？哦，这个问题在这可能啊，不啊无法度甲你做明确吼，甲你回答哈啊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在台湾哦，我想中国大陆更加严重吼，这有当时啊，这个叫呢。因为这种品种吼，即有时啊讲这物件吼，即、这个大家吼，拢会去家己去学啦吼，啊去学一个即个名安尼吼，所以或许上吼，伫这方面来讲呢，伊伫许呢都一个即个无同款吼。大概就底下咧讲，即个啊，这是什么品种啊？这是什么品种吼、哦？所以理论上啊，这几项吼、哦，应该是有一点点啊，即、这个啊，我相信吼、哦，我相信应该是有一点啊，无同款较对啦。只是讲，嘛无了详细去甲伊做即个许吼、哦，做即、这个啊，比较较学术性的一个鉴定吼啊，所以应该是有一款一个无同款无唔对啊，但是呢应该是有一个伊有一款一个特别吼，算讲进前可能一个农林业这产业对咱来讲吼还蛮要紧的哈，这农这林业这产业呢因为台湾介济人种吼，所以。较早呢可能要搁较重要，啊，即马呢可能渐渐吼，咱真侪人也认为讲好像又没有那么的即个许吼，台湾的即个林荫吼，台湾的即个林荫呢，一般应该那是有记载啦，吼，有记载即个所在呢，应该是即个伫清朝迄时阵吼，伫咱的即个诸罗县志吼，嘉义吼，嘉义较早叫诸罗啊，诸罗县。即个内底伊都去记载吼，因为伊即个时生变异足大吼，就是讲点子伊家己去发起来，因为迄、那个
黑白落什么，所以在台湾大概是、啊、最主要是这个粉卡卡、哦、粉卡卡为主啦，所以、啊、目前来说、啊、现在我所知道有一个红卡卡，有这个青卡卡，早色的这有一个这个、啊、这个五月硬、哦、还是说大粉卡卡，还有一种水贡、哦啊、这个水这个药呢，这个各种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品种、哦啊、所以这有一些、啊、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有一个这个品种、哦、这可能这几种呢，这实际上是也不啊，较无讲啊，特别去来解这了解吼、哦，这去较无遐了解吼、哦。啊，泰国吼、哦，泰国每一年拢有这个啊，临近的这个出口吼、哦，这个啊，每一年的这个数字吼、哦，都还蛮好看的吼、哦，拢往那出去的这个，比如讲加新鲜的吼。哦啊，这个拢原来有几啊万栋哦，这几啊万栋哦，啊，这一年呢有当时啊，要搁有上济时阵吼，啊，上济时阵呢，这个要20几万栋、20-30万栋的这量，啊，这个量哦，一直陆陆续续的增加哦，所以其实这个物件吼，应该是要搁有这个啊，其实伊除了讲这个新鲜的以外呢，搁有这个脱水的吼，啊，干燥一种的就是。是讲咱连烟管迄种诶无白诶吼，伊嘛有出即个物件啊，我那出袂少，啊，过来个罐头，个出罐头，所以即个数量吼，即、這个数量呢啊，我那拢要个有一寡吼。那、啊、咱台湾呢啊，甚至吼，咱台湾其实连烟咱家己有出产吼，咱连烟拢有进口吼，每一年有进口，伫泰国有进口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呢啊，即、這个。罐头啊，有哟吼，甚至作者各位越南吼，各位越南进口这个龙眼卡啊，这种就是龙眼干巴这吼，这所以每一年呢是有一个还不少吼啊，因为呢，对咱来讲啦，对咱来讲呢，这个咱的一个这个产业吼，算那咱的工钱啊比较较贵啊，是安怎吼？所以呢啊，这个得数吼，可能有真大的一个差别吼啊，所以目前伫这個，因为这龙眼较大丛吼，采收各方面的拢有较麻烦吼，所以一般来个看起来都较无遐尼啊，一个容易来个这個做者啊，做者这个管理啊，但是即马拢做这矮化栽培吼，这个矮化料呢啊，实际上是还可以的吼啊，即马有诶，就是讲伫中国大陆这边走，还是讲伫即个啊，伫即个许吼，即种包括伫泰国吼，所以有人会甲伊炸入来吼，炸一寡即种品种入来，而且啊，凡是应该是，而且即几边诶品种其实实际上啊，伫我个人诶即个许了解内底，我是无法多去甲分出来吼，啊，即必须要甲咱好朋友讲讲，所以你讲是毋是啊？是毋是讲伊就是即个许呢？啊，我感觉即个还不太可能吼，就是讲你是毋是讲是毋是是即个同一个品种，还是啊一定就是无同款吼？我相信应该有一点仔无同款啊，但是即我无把握啦吼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即个一品多名的这种情形吼，作者即伫中国大陆吼，有当时啊同一个即个品种呢啊，伊嘛和即个无同款的即个名吼，即拢有这种的即个可能性。啊，为什么也安尼吼？因为迄有当时啊是伫这种市场销售的即个必要吼，啊，因家己去和一个即个名，啊，伊就讲和即个名，无爱互人知影伊是虾米款吼，比如讲。譬如讲阿伯也提到这个啊，伊有一个这个日本的一个甜瓜一个品种吼，啊伊叫做120哦，120这个品种，啊可能伫我的手的我来改一个名，我无爱互人知影伊就是这间日本这间公司的120。啊、哦、因为你若知影这是这个呢，有可能的回过头的去找到迄个字啊。我这个品种是我认真甲杀起来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不爱让知影这个品种是许，所以有时啊，伊会去啊，因为会去处理这种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多数的伊会和一个家己吼、哦，啊，家己有法多去许个啊，比如讲甲和一个。啊，叫做什么阿密路吼，还是什么款吼？啊，反正都乌白号，家己号一个名啦吼，啊，就号一个什么绿光吼，还是什么款？啊，其实这最主要的是讲啊，这个世界因为即马真济吼啊，你讲到这个品种的时阵，都爱讲到这个啊，上界出名的是这个红萝卜的一个品种，叫做316吼。这个啊，这个红萝卜吼，这个。
申请哦，这个应该那是有迄个的真侪人会知影。你那是有法度去买的这个证据哈，比如讲啊，你那是会当买到哈，你也买到这个证据哈，正常的这个介绍买到，卖讲中国大陆的介绍买到的时阵哦，啊，你伊个萨卡达这坂田哈，日本坂田的这个这316哈，你那是我都去摕到这个聘证的时阵，中国大陆有偌济只偌济哈，啊，但是这不可能哈，你摕袂到哈，啊，为什么哈？因为啊，进前伫中国大陆这个物件，就是有人改做一个这个啊，这个专门哈，这个。啊，一个销售，啊，伊卖了袂歹，卖了袂歹，伊怎啊甲全部甲伊垄断起来吼？啊，所以你要摕要种的人呢，啊嘛摕袂到。啊，其实这個品种真的很好，全世界咧卖上贵的介绍，就是伫中国大陆，因为伊垄断吼。啊，伊这个这整个这行业伊就是安尼吼，所以变作。互人真侪人都无法度想尽办法去美国去对去买吼啊，但是因这间公司含大陆这配合了之后，因为这全世界正常侪嘛是中国大陆，所以就这个市场的这个关系。但是这两年有真侪这变化，就讲你个病伤死的时阵呢，啊，有个人就无爱啊，伊就无爱去药吼，伊就无爱个药啊，规矩卖种，种遐袂赚，遐饲遐贵吼，种遐人人啊，无一定稳赚的对无？啊，饲个遐贵，规矩卖。规矩卖种，所以啊，变作是有另外一种的这个反向的这个声音出来吼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这个，所以你甲看起来吼，简单讲吼，简单讲呢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地位有做。对这项物件吼，比如讲像对这灵影呢，啊，你有去改比较详细，去改比较过，比较因三下这这无同款吼，啊，那无一般有当时啊，真有可能吼，就讲同一个物件呢，啊，同一个种去何贵啊，种无同款的一个这名吼，这个啊，这个拄只讲这个红萝卜316这位。啊，咱一般话叫坂田七寸嘛，吼，这种的一个，即类似即类许吼，啊，这间公司呢，干那每一年干那靠这个物件，我看应该的，啊，大致上公司应该的大概有细细吼，所以这做经济有时啊，就是啊嘞吼，啊，那是会当有一个。啊，这种突破性的这产品哈，啊，拢会当活得还不错。所以你来看世界这经济的公司啦，哈，啊，因那是经营了好势时阵，拢会变，拢是一个这个百年的这个企业哈，啊，这个一个家族啊内底呢。啊，这一两百年拢靠迄个食穿吼，所以啊，这种的这投入吼，这值得吼、哦，真正是这个啊，所以啊，拄只讲的这些品种上来过来看吼、哦，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会当去考虑看看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许爱避讳较会知，但是这种很难吼、哦，很难去分别哈、哦，嗯，好，来，那63386016338601。资材上使用的问题，那作物的病虫害，如果有不清楚不了解的，欢迎扣印进来询问63386001。外县市的朋友要记得加05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跟阿婆老师哦，那个芬普尼那个利剂啊。喂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有点小声。芬普尼。喂，是有听到。那个地基那个沙蚂蚁的哈、嗯，那个要不要拌什么东西一起，还是就要不就那个施洒在蚂蚁出入的地方就可以？嗯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里、个。一般咧用啦吼，一般咧用就是讲即个芬普尼吼，你若是我都摕到迄个算粒剂，迄粒剂其实是会使用吼。啊，阮是拢会甲拌啦吼，就是讲下一出啊糖啊，甲染做伙啊糖的声音来。啊，它因为伊这种是荔枝，唔是耳枝，所以伊无一定高下诶。迄个当然你若有看到高下底下，你甲牙，你甲迄粒啊，甲牙带迄高下咧出枝的所在，还是看到那种高下收诶。啊，你甲点一点啊，伫管顶，你不爱伊，不爱用喷诶，即个药安尼起来吼，啊，伊通常即个拢有即个效果伫咧吼，所以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的应用吼，就是讲像阮是拢会加超一撮啊白糖啊，啊这白糖是加咸来吼，卖超伤济吼，比如讲啊，每一撮啦吼，这一点点就好了。
吼，啊，家南州啊，上好是咱糕润饼咧用迄种糖粉，迄种佫较好。哦，有一种糖粉啊，诶，过磨过迄种糖粉，啊，迄炒做伙啊，家伊啊，砍两，即边讲伊一包吼，啊，你家砍两三匙啊落去安尼，啊，即、這个有呢算要用啊，家炒炒的吼。啊，即款呢，一个这种一个用法吼，安、哦、尼起来咧敲呢，啊，这个伊个效果吼，都、哦、还不错吼、哦，啊嘛无一定爱敲啦吼、哦，这是咱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咧应用的一个过程内底啊，那是嫌费气，你就是改点点的点点的安尼就好啊吼，都唔免去啊特别吼。哦特别去甲伊讲啊，用到什么款的一个用法啦呢吼，所以这个多数啦吼，多数咱即马咧用的时阵呢，就是讲伊有当时啊，迄粒啊吼，这一包原来介大包吼，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两公斤啦吼，那无记唔掉去吼，那应该是一包应该是两公斤，哎，迄个啊，你也是透气无用完吼，你一定爱甲伊啊，算一概用一束啦就好啊吼，啊，那是讲龟壳横咧用，你迄两公斤咧较大只种的吼，啊，差不多即个咱。糖粉吼，都迄种淋菜汤的细枝糖丝啊，甲伊啊砍两砍落去，啊，小可甲敲顶，然后有一点点啊糖，安尼就会使吼。这目前是啊是即款的一个这个情形吼。伫即个芬普尼这粒剂吼，当然芬普尼就有争议的嘛吼，这咱知影，所以即马目前台湾是啊最济，这是即个禁掉啊啦吼，所以呢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来个看起来吼，来个看起来呢，即有当时也是感觉讲啊，正面讲像有诶吼，会用伫即个后呢，啊，算伫出水即个部分有人咧用，然后那是讲糖真济，你也是该用一挂咧，啊，即个后呢还可以吼，算讲该下一挂，因为。这个水稻是蜂蜜花吼，也免昆虫来授粉。还有这种分布呢，这个是系统性的这个药啊吼，所以啊，一般来讲，得当来用。啊，伊看对咱这个脊椎动物是相当的安全吼，所以一般咱咧用的时阵呢，啊，其实是无啥物足大这问题伫咧吼。啊，所以你也是被应用，你得当啊，因为伊个含量足低吼，大概这个啊0.几%的款吼，这真低了吼。啊，甚至有诶，搁用这种像芬普尼啊，加有诶啊，像红火蚁吼，咱伫咧高遐吼咧用这物件啊，甲蓝吼有一个好处吼，就是讲，所以。伊淋落了，伊就较醒过来，这目的啦吼。啊，当然像伊那迄个耳剂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耳剂就是讲，伊专门设计到遐爱食这物件，较醒来互广传吼。这多数是有咧用这款的一个用法吼。所以啊，这大致上是安尼这情形吼。啊，咱伫正常咧用吼，就讲伊拢是用这个。一包两公斤，啊，大概就是用一分地，哦，一包两公斤，啊，用一分地安尼，哦，所以啊，这咱咧用的这啊，像黄米，咱冇咧用这种物件嘛，吼，黄米啊，麦当伫这个快乐的这初期迄阵，改下一挂，吼，啊，伫干花要抽出来进前，佮佮用一撮，啊，伊这玉米螨虫，吼，啊，伊冇伊的这防治的这效果啦，吼，所以这多数是安尼，吼，啊，其实。除了这个芬普尼以外呢，这个英德克赤诺沙这种有当时啊，这个药呢，都有伊一定的这个效果啦吼。所以，多数咱像这种物件吼，伊这种耳剂就是讲有药啊，但是一个超专门咧治狗牙，咱治狗牙其实好睇，但是啊，狗牙受歹处理吼，所以因通常就是讲会去利用这个。即、这个番麦粒啊，即种吼，即玉米的，即颗粒啊，加用一撮啊，即个油安尼吼，一点点啊油分，即种物件啊，改搁做伙啊，即、这个物件改啊，因为有即、这个脆的即种玉米粒啊，是虾米款者吼，啊伊即是高血，因为即种芬普尼即伊无虾米。
伊无啥物味嘛吼，所以有可能对讲高血压对这有这吸引力啊，所以啊，伊个下来哇，伊就足足介意啊，更等啊，更等伊吼，这通常放伫遐收内底啊，遐食物也更等伊，更等伊了，伊即马迄个药啊，伊当然因为高血压收内底是温暖潮湿的吼，啊，伊即马迄个药啊得释放出来，啊，释放出来了，伊最主要是太遐药仪啦，或者讲个细节即种吼，所以这啊、多是不是得手是即款的一个。这个情形吼，所以啊，咱咧用吼，当然等于讲，这个芬普尼以外，等于讲，起码有一寡这耳剂，拢是青春激素类，比如讲像百利普芬的一个耳剂，哦，这种呢，这用嘛袂歹啊啊，这个二氟龙的这个耳剂，哦，这嘛袂歹，啊，这不一定得爱用这种芬普尼啦吼，所以你啊。人讲这真歹买吼，但是阮咧用是一直感觉讲这个芬普尼好像还蛮好用的啦吼，所以变作是这款的这情形，所以啊，这个有啊，但是百利普芬是一个还不错吼，但是伊这种爱含耳剂做伙吼，等于讲啊，伊的这效果上诶比较较好淡薄啊吼啊，比如讲像咱咧用这个芬普尼嘛，是这个意思，伊也有接触着吼。伊个较无同款，伊种台芬普尼咧台即个高压，即个是无同款，伊又疼，啊，即摆伊过来伊折掉，伊得害吼，所以即得手即款的即好个滴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讲伊即个效果上吼，伊更加强淡薄啊，吼，即目的是伫即只食啦吼，所以即个芬普尼的即粒剂吼，啊，即效果上其实很好，嗯，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